今天都是跟失恋相关的。这个节目存在的价值是向音乐致敬。我刚刚快哭出来了。我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你的。谁说悲伤的时候要唱慢歌？我偏要你嗨起来。成龙的偶像。江苏卫视自然堂素颜霜金曲捞，本周五晚10点，敬请期待。